この店はどうやって知ってますか？ファンクラブ。ファンクラブ。誰のファンですか？瞪大眼睛不敢相信，韩国艺人李生基拍摄实境节目《兄弟拉面》前往日本，没想到店内来了位83岁的老奶奶，竟然是为了他而来。サポートも売ってます。サポート。そう。私は亡くなりました。若くて。一早6:30搭乘电车，就是因为当年丧女之痛，在李生基过去主持的综艺节目陪伴下，才能走出阴霾。更因为如此，才成为他的粉丝。말씀만으로마음에다와다와다했어요가지られます가지られます心の마음크기를제가다推广韩式拉面，指导日本拉面发源地，行前也好好练就厨艺。李生基找了厨师好友学帝王排骨拉面做法，裴仁赫则是刚好家里开餐厅，所以也向妈妈学习如何腌萝卜、凉拌鱿鱼。저희는김장을되게크게하거든요어릴때부터그래서많이뭐도와드렸죠뭐배추절이는거나그런거나이제나르는거이런건다제담당이었고韩式文化席卷亚洲，这回又要如何征服日本食客味蕾？甚至还有哪些人情味故事值得观众探究？完整内容每周日晚间8点锁定中天娱乐台。记者刘鹏宇、林博瑞台北报道。